还记得第一次我在志愿杂志上看到的茂大墙，上面写的是在茂大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丽的风景，我更期待将在这里遇到谁，遇到什么样的自己。茂大的地理位置可是一大优势啊，因为校区是在朝阳嘛，现在四环以内还有本科生校区的大学可都不多了，那茂大的学生去各个地方实习非常非常的方便。茂大有着国内最好的财经专业学科群，在这里集聚着一大批思维活跃能力高强的学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作为教师最大的快乐。我名字叫苏千金，我的英文名叫花佑，我的面签名字叫和谐面签，我来茂大后勤工作16年，我每天做面签相当于一个万里长城。 UIBE 花佑。茂大是直属教育部的全国重点大学，作为211和双一流大学，它拥有经管、文法、理工六大学科门类，是全国最好的财经外语类大学。我觉得茂大最大的特色是它的复合型培养，我是学金融的，但是茂大的复合型培养课程体系使得我在经管法的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涉猎，而且茂大充足的英语培养使得我在学术上能够越走越远。茂大还有全国领先的健全的完善的23课堂校园活动体系，各大学生组织社团为同学们提供了文化艺术、体育锻炼、学术实践、国际交流等等方面的资源，让每一个茂大同学都能在大学4年里拥有充实的丰富的校园生活。很难说茂大是一个很纯粹的财经院校，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大学，我们有很多外语专业都是全国最好的，而且我们的课程设置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商务知识。我觉得茂大最大的特色就是国际化程度很高，比如说我个人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国际文化节，可以跟把上面国家的同学都给大家展示他们自己国家的特色，比如说他们美食、服装，或者给大家展示他们的民族舞蹈，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好，特别喜欢。茂大学生的就业率一直是非常高的，我知道每年都会有很多大型的国企、外企、民企到茂大来开招生会，我们有很多校友遍布在这些公司，茂大学生的能力在这些公司都是得到了很高的认可的。我觉得是广阔的视野，在毕业之后我选择来到了长兴的盟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是茂大的教育和氛围让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让我更加有勇气去追寻更好的自己。我觉得我在茂大收获最多的是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严密的学术训练，在这里我学到的知识大到如何为宏观经济制定政策，小到如何投资一只股票，如何分析一个公司的财务报表，这些知识都为我的继续深造和职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觉得是强大的沟通能力，参加校招我共参加了7场面试，拿下了4个 offer， 这与学校的培养密切相关，在学校课堂和比赛的每一次演讲都能成为求职时的一份泰然。从茂大走出，我在金融街等你。在茂大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丽的风景，在这里发现更好的自己。在茂大，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等你，在这里等你，在这里等你。我们在茂大等你，我们在茂大等你，我们在茂大等你。